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法界，六道也在十法界，所以对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来说有六道，对学佛的人来说有七道了，只不过六道轮回里面从来没有去过七道。你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到啊，我学佛56年没听过这个说法啊，极乐世界也在六道里头没听说过啊。那佛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居利娑婆世界是10万亿佛国度啊，根本是两个世界啊，不是在一个世界里头啊。我们在经上是这样听说过的，你这个是一个新的说法啊，这个自古以来祖师没有这个说法。我这么多年来了，接近很多法师啊，这个学经教啊，也没有听到这个说法。啊，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根据什么来的。如果说是你自己的理解如是，那你的理解是邪知邪见，啊，是错误的。